这是一场也许会载入史册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。对对，我觉得这场真的是感觉就是赢全运会决赛一样。对，我觉得全场得有300架手机在拍这场比赛。看到我都有点紧张，正好还有个第十道。好，比赛开始。现在苏炳添太强势了，苏炳添哇，完全没有悬念，苏炳添冲刺了，9秒90，9秒90，哇，你是在这个